每个周一，小编都会很关注音乐有你榜，相信很多人已经超级兴奋了。尤其是喜欢周深的生迷们，为自己喜欢的歌手点赞吧，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，他的歌曲永远都是给我们惊喜的。在多场舞台表演当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周深与柯爱合作的《玫瑰少年》，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而当时的短视频播放量总计达到140亿，飙升榜顶。要知道，这只是周深《玫瑰少年》一个表演舞台的数据，可见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。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，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。听周深的新歌，如夏日里的柠檬汽水一般沁人心脾，也像一碗用冰碗盛着的绿豆汤那样甘甜宜人。这首歌由周深演唱的新歌《你的样子》，歌词也简简单单，可每一句都仿若记忆的回放键，让人百听不厌。我的样子，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。那时候我总觉得往后的日子还很长，时机总还很多，我能变得更好一点。谁想人生最吊诡的，就是不知道每次就错过的时机。怎么到现在了，我还能往前走哪怕一步吗？如果后来我和他的相处能像我们第一次重逢那样就好了。你骑车的样子，风飘荡的声音，从不曾被吹散片刻。谁藏在心中的话，想对你说却还没能说。最近周深演唱的电影《铃芽之旅》同名主题曲《铃芽之旅》惊喜上线，唯美的歌声给歌迷们带来最顶级的视听享受，短短几天播放百万。一周一周别再问，别再问，这样的我为什么哭着，眼泪替我诉说。一是你，一是我，一总是难以追寻的，是我们相遇过，谁奋力呐喊着，却毫不破命运的壳。只能是你，只能有你，触碰双手轻轻唤醒我沉睡千年的心魔。一是你，一是我，一是否最终跨越那整个时空的你我，是与没有如何，是丑恶又如何，是望着前方中绝的荧光，是想与你携手走过。あんたはなんか大事なことをしよ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よ。一路山水走成风景，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历史留下的面孔，每一个。而新歌绽放的笑容也是一经上线就迅速火爆全网，开嗓第一句就是实力的展现，满满的诉说感，非要用四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大气磅礴，文化厚重感极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眼前